全体站起来，来一个伸展动作，一气呵成，响应新北市动健康活动，鼓励长辈运动，让自己更长寿。大家一起甩甩手脚，邻里大家庭，凝聚彼此的感情。我觉得长辈呢，在共餐前呢，能够动，就是能够做个运动啊，然后他们在学习起来的话，他们在家里随时都可以做哈。所以我们今天就动健康，健康动，新北相约来运动哈的活动，让长辈呢，能够除了在共餐前动一动，能够吃得多，也能够身体健康。坚持每个月办一次共餐，民乐里越做越有规模，成为地方的重要活动。永和区公所为了赞许他们的用心，请区长来颁发加菜金，让辛苦的里长受到满满鼓舞。那这个共餐啊办得很好，那所以说的话，我们公所啊就磨合民间的资源，我们啊那个每一年啊每一个共餐点就是啊我来颁证哦。这个加菜金，我们市长办理共餐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快乐，让大家健康，活得久也要活得健康。那我觉得我这办一年多来，我觉得 我好像受到了鼓励跟肯定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以后是不是应该更把老人共餐呢更扩大，然后能够让我们的相长辈呢都能够互相认识，大家和乐的像一个大家庭。满桌子菜色，油饭炒面加上汤品一应俱全，来自里内志工的拿手家常菜，加入爱心的美味料理，吃起来更有人情味。中央新闻李小峰永和报道。